耶稣。Good morning, 耶稣。Good morning, Jesus。最快乐的我，最亲爱的你，我们一起打开今天。Good morning, 耶稣。Selamat pagi, Yesus. Good morning, 耶稣。안녕하세요。最快乐的我，最亲爱的你，我们一起打开今天，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用力跳，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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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稣给我满满的力量，新的早晨，全新的恩典，大声唱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用力跳，蹦蹦蹦蹦蹦。晨曦的恩典，巴咚巴咚巴咚，当当当当，巴咚巴咚巴咚。Merry Christmas！ 今天是圣诞节了。快乐！哎、yes! 欸，你们都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嗯，我期待等下的交换礼物嘞。对呀、啊，我先不要告诉你们我送什么、嗯，让你们好好期待一下。嗯，但是我保证你们一定会喜欢我的礼物。嗯、哇，彤彤这么有眼光啊，他送的礼物一定很精致、很美的。我很想要抽到彤彤的礼物哎。没错。哇，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喽。嗯，丁丁可以看一下你今天准备了什么礼物吗？可以，等一下。准备的礼物啊，我跟你们讲啊，给你们一个 tips 啦、啊、这个礼物如果你们抽到了，它一定是很实用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到的。哇，嗯，这样大力咧，你的礼物咧？哎，有，准备啊、嗯、哼，哒哒，你拿出来了没？你放在哪里哦？啊，你的礼物咧？啊，来，就在这边啊，这边啊，啊，来，这么小的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如果你们抽到我的礼物啊，我保证你们一定很喜欢的。嗯，丁丁，我有点不想拿到大力的礼物。嗯，我也不想，什么喜欢啊，我不喜欢啊。哎，千万不要给我抽中大力啊！喂，我都听到你们讲的话了。那虽然这个礼物小份，但是它很实用的。你是不是拿你家里不要的东西拿来送哦？哎呦，怎么可能呢、啊？我哪里是这样的人呢、啊？嗯，哎，彤彤，你的礼物呢？我啊，给你们看一下哦，噔！哇，哎耶，是我喜欢的粉红色哎。对呀、啊，心意才是最重要的。嗯，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来准备这一份礼物，有而且是我自己包的耶。哇，好有心哦。很想要抽到彤彤送的礼物哎！哇，很大份哎！来，给我看看是什么来的。喂，小心啊！小心啊 ！Merry Christmas， 同学们 ！Merry Christmas， 老师！哇，看来今天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带圣诞礼物来交换呢。对呀、啊，我很花了很多时间呐、啊，来准备这个礼物，就是为了今天呐、啊。喂。我也是很期待今天的交换礼物环节。老师，问问你啊，为什么今天没有看到果果的？果果今天请了病假，但是呢，他的爸爸刚刚有把礼物带来学校哦。哇，那么有心。在哪里？就在这里。哇，果果礼物也太大了吧！只有某人的礼物才是最小份。谁哦？对了、果果真的是很有心哎、虽然生病没有来学校，但是礼物还是有准备好哎、那我们赶快抽吧，然后等下我们去探望果果，顺便把礼物交给他。可以耶、哇，你们真的好棒哦！果果刚刚转校来而已，你们就跟他成为了好朋友，非常棒。这样我们就先交换礼物吧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老师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盒子，里面会有你们的
抽到彤彤或者是果果的礼物。那我的呢？不希望。哼，不要后悔啊。才不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开始抽，老师先来帮果果抽吧。好。先来先抽一个号，拿这个吧。有谁可以帮我拿着果果？看这里。OK。果果抽到的是彤彤的礼物。哇，这个要送给果果喽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，等一下你们去探访他的时候就可以拿给他了。好。可以可以，好，那下一个我们就请大力吧。哦，太 ，yes， 太好了，轮到我了。就这个 ，OK。谁呀？老师，我收到丁丁的。哇，丁丁，那你就把丁丁的礼物带走吧。Merry Christmas， 大力，这个真的很适合你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哇，好期待里面的礼物是什么。哇，很大耶，这个礼物。我现在就要拆了。拆呀。看，期待一下。哇，哇，是超大的水壶耶，很适合我勒。我这样喜欢喝水，我平时喝很多水，每次都要去装水，每次都不够喝，现在终于够喝了。我妈咪讲啊，多喝水身体好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礼物一定很实用啊，没想到你这么喜欢。哇，谢谢你的丁丁，这礼物真的很适合我，那以后我就会带着水壶去学校的。不客气啦。那现在我们就让彤彤来抽吧。老师还没有到我们啊，没关系，彤彤过后就到你了，你耐心等一下吧。好了，谢谢老师。我来看一下我抽到的是谁的。老师，我抽到的是果果的。那好大，那你就可以拿你的礼物走了。好的，哇，好大份的礼物，哇，好期待，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拆礼物喽！哇，好大份呢！哇，我的第一份圣诞节礼物，哇，看一下会是什么？哇！哇！是我最喜欢的礼物，好大一个。哇，喜欢就好。那我们现在就轮到丁丁来抽了。哎呀，不用抽了啦，只剩下最后一份大力的礼物。好吧，那你就拿走大力的礼物啦。可是丁丁，为什么你不拆开礼物来看看呢？这样小分不用拆啦。哎呀，丁丁，我知道我礼物很小份，但是哦，你猜猜看，你可能会喜欢的。对呀，你拆开来看看吧，这是大力的心意。对啦。好吧。猜一下。你看，很厉害的。啊！是我最喜欢的五颜六色喷喷喷。我想要很久了。对啦，是不是很喜欢呢？这个啊，我妈妈都不给我买啊，因为它很贵耶。对呀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用了我一半的零用钱买的啊，我现在一半零用钱没有了，就是为了买这个五颜六色的 bang bang bang。大力，真的谢谢你哦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五颜六色。都说了吧，你一定会喜欢的，你一定不会后悔的嘛。哇，真的很漂亮哎。丁丁，看来你很喜欢你的礼物啊。对呀，老师，这个真的是我想要很久了的。可是刚刚你很像嫌弃了大力的礼物小份。我觉得大力很像有点不开心，你应该对大力说说什么吧。大力真的没有想到你的那么小份的礼物竟然有这么大的 surprise 在里面，真的是要对不起刚刚我嫌弃你的礼物小份。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礼物，也要在这里谢谢你哦，大力。没关系，你喜欢就好了。哇，看来你们都很喜欢你们收到的礼物。可是呢，老师想要让你们更开心哦。老师，你是不是有预备礼物给我们了？哇，是什么惊喜？老师可以看一下吗？对
哎，那个圣诞历险记啊，真的很好看呢。我也想看，我还要回去 YouTube 再重看。哦，对呀、你们也可以分享给你们的朋友看，让更多人知道圣诞节的意义。你们就可以看这个上面的 link， 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圣诞历险记了。哇！好，那今天的交换礼物环节就这样结束啦。耶！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？庆祝圣诞节！去找姑姑，去找姑姑，一起庆祝！耶！嘿 ，Wonder Kids， 我们已经上传了《圣诞历险记》在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哦，还没有看的 Wonder Kids， 赶快去看哦！如果你看的话，要再看哦。对，在这里有一个小报告要告诉大家，就是下个星期我们将会停播一周，所以我们后个星期见哦。好，再次祝大家圣诞蒙恩。Huh?